一口包蒙完，一个双击我都不要啊。不要黄牛。最火一口蒙，蒙完了给我双击，蒙完一个双击都不要。挑战难度啊！哇，能成功吗？嗯，开始第二步啊，来点酒把它干灌醉了。灌醉之后看他还跑不跑，来点二锅头，醉了看他还跑不跑。天呀、啊、给我个双击啊老铁们，下个视频把他给造了。为什么他喝醉了，为什么还跑得这么快，这是什么原理，谁能告诉我。我的天呀、啊、疯狂至极。视频开始啊，给我双击点亮。声枪打架，吸一个，嗯，太爽了。差点吃不出来，嗯，妈呀，好的墨汁啊，嗯，墨囊。腿来一个小的啊，爆辣版的海螺，太猛了，有点。哇塞，太有食欲了，来上一个啊，嗯。身枪一个巨型虾，吸，哇，口水直流，虾线，技术好不好？一口蒙，蒙完一个双击我都不要。双击。今天来一个头开海胆啊！如果开成功了，一定要给我双击。老板家老铁说我最近都不拼了。
来个海胆啊。哎，我的妈呀，再来一下啊，碎了，一定要来个双击666，来，再来一个，看这个能不能成功啊，一二三，啊，这不行，哦，这个不行，双击给不给你们看算啊。只要你们五个双击，一定要给我一个双击啊！这个小龙虾已经来了，再来五个面包蟹，虾滑盘煮了啊！下个视频开吃，再来一个使劲的帝王蟹，一定要给个关注啊，给个爱心，期待下一个视频，关注爱心，好，来一个全网最大的虾尾啊！天呀，我去，有没有认识的？绿的鱼籽和绿色的鱼籽，嗯，嘎嘣酥脆。老铁们，省吃俭用四个月买了一个十斤的帝王蟹，二斤大包龙，什么都不喂，就为了要咱家老铁的一个小红心，一定要给我点个小红心哈！下视频好给造了啊，就这么大的啊，来烧点水。一定要给个双击哈，给就给个吧，不容易。下视频开灶啊，双击双击。双击不是要的，咱家老铁看着过瘾，自然就给了啊。来一只小波龙。祝所有进来双击的老铁2018红红火火。一二三，这啥？北极甜虾，就是处理好的啊，直接吃就行了。蘸点醋，嗯，太嫩了，嗯，这个到底叫啥？有没有知道的老铁？到底是叫雪胖子还是雪媚娘还是？嗯，高油。巧克力版的生巧，不知道正版什么样，但是我这个绝对仿版，嗯，好吃，实话。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放假了，报个大头。嗯，好好的抱一把。
这是啥？